再来看到首届2024 IWYF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21号是隆重登场，以无毒有机健康的理念，诚挚的欢迎所有来自世界各地追求身心灵和谐的瑜伽以及健康生活的爱好者。国内外瑜伽大师在央运美第30年来一本初衷的守护这片净土，齐聚一堂。首届2024 YWYF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21号盛夏隆重登场，主办单位央运美第度假酒店作为华东唯一的国际永续饭店认证度假酒店，以无毒有机健康理念，展开双臂热忱迎接所有来自全世界追求心灵以及和谐的瑜伽健康生活爱好者。我们做瑜伽也在救地球，我们在从救地球的概念里面，从瑜伽的这个身心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央院美地今年刚好第5年，我们均达37年，一直在推动养生健康。所以健康里面最重要的主轴，我们在讲运动是身，我们在讲的心灵上面的，那我们瑜伽呢，就是一个身心结合，身心结合很重要的灵，身心结合的身心灵这一块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是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不但是方便，家庭都可以做。所以我们这次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不同的课程，所以这个课程也是我们团队以及我们的大师一起研讨出来的这些课程，有参加不同课程的人去体验感受这个每一堂课我们的大师给我们分享的，带给我们在身心灵这一块身心合一，健康就平衡。而瑜伽大师们也对央运美地度假酒店办理国际瑜伽节的活动表示肯定以及赞许。This area is beautiful. I haven't seen much because I've been traveling for a little while. But what I've seen so far of the resort, it's amazing. It's really, really nice. And the area, I love it because it's full of nature. It's just green. So for me, it's beautiful.OK， 菲拉老师觉得央院美地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绿色，然后他觉得来到这边很惊奇，非常的天然，然后到处充满了有机的植物，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From the traditional healing sciences of Ayurveda, yoga, meditation, sound healing, and disease root cause analysis.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阿育吠陀的疗法，让大家除了生理然后心理然后体力都可以得到疗愈，然后让所有的人来到央院美地这边都可以接受阿育吠陀疗法的一个洗涤，然后回去又会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身心灵状态。这场生活特别选在夏至这个能量最强的621世界瑜伽日举行，并邀请前30名预约幸运客人免费搭乘以易游网独家合作的全台首发疗愈列车，前往阳光明媚、山峦秀丽的花莲，在这里可以置身于饱受阳光能量回蓝山海之间，徜徉30多年来纯净无毒的有机香草当中，在经验丰富、成就斐然的国际瑜伽正念心灵音疗老师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身心连结，发掘自身的潜能，体验前所未有的七感和谐共同时光。记者九龙简祥报道。